张阿姨现在还一个人呢，就单着呢。老师，你们兄弟俩约我来有什么事儿吗？最近过得好吗？挺好的。啊，这个我哥这意思是说，张阿姨最近过得好吗？哦，啊，我妈呀，她也很好啊，她心情爽朗，身体健康，对未来充满希望。现在还是一个人。啊，我哥是说这个张阿姨现在还是一个人吗？啊。啊，她和我们一起过。哦。有没有考虑再往前进一步？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张阿姨，考没考虑再往前进一步？嗨，我妈想的可开了，而且现在的老年人其实比我们更开放。嗯，我妈妈的性格你们应该也了解，活泼得很。她说到了她这个岁数，以前都是为家为我而活，现在要为自己活，她要寻找她自己的幸福了。张阿姨真好啊，通透，嗯，活明白了。人在这世界上就这么一遭，其实对晚辈来说，长辈只要活得幸福，其实是我们最大的幸福，是吧？啊，是，这哥说太好了，但你得说正文啊。嗯，方老师，我实话实说，嗯，张阿姨现在还一个人呢，就单着呢。说实话，啊，追求我妈的人可多了，而且条件还都挺好的。那是，那肯定啊。嗯，那张阿姨觉得，嗯，我妈那条件，这怎么样，对吧？入没入不免？我妈说，叔叔很好，嗯，就是什么？家庭负担有点重。啊，那我爸还有机会吗？这种事情这么隐私，我也不好问啊。你们就让叔叔去问我妈好了。而且我们作为儿女的，只要给他们支持就够了，对吧？对，嗯，非常赞成，非常赞成。老师。